们做一个，那个叫啥？陷阱，来吧。哎呦，这个还是一个高科技哦。What？OK， 就是这个，这是跑酷中学来的。首先要挖个顶，然后再放个炸药桶，在这里第二格的位置，再放一个细沙块，再放一个开关，我们试试效果吧。Wow！ 哎，等会儿我没踩上去哈，也可以高很多，比较容易掉下去。好多一点吗？高一点，高一点。OK， 然后在第二格都放上炸药桶，这可是一个高级陷阱哦，谁都逃不出去，直接会掉下去。不过这个也是吓人的，名不虚传。哎呦我的妈！只能，如果放的太多的话，肯定逃不出去。我一定逃不出去。啊！小伙伴觉得好玩的可以给我点个赞，如果还有什么不会的可以在下方留言哦。OK， 我们试试吧。哎呦，这还没到到那呢，就掉了。再来。看踩一格就掉了，多溜啊！这就是我们的陷阱啦。好，这是你家的群员小浩游戏，拜拜。